Bonsoir Colette et bonsoir Zidane. Salut. Et ça va? Ça va aujourd'hui? Ça va? Est-ce que tout va bien? Et salut Tienzi. Ça va bien? Ça va bien啊，我们说ça va 的时候，有时候后面会加上一个 bien 这个词儿啊，我们它的发音还没学，它涉及到一个鼻腔元音啊。那它的意思很简单啊，就相当于英语当中的 well 啊，它是一个副词，就是好的意思。平常我说 très bien 啊，就是很好啊，très 是很的意思。你 ça va bien 过得好吗？大家过得好吗？啊，用法语来回答我。你可以说 ça va 啊，或者 oui ça va bien, très bien, et moi aussi, je vais bien. D'accord. 好，我们继续来上课吧。啊，上节课呢，我们其实讲了不少的语音规则，啊，有感觉吗？哎，在讲这个元音 i 的时候，我们带出来很多的语音规则。啊，那也讲完了最重要的第一节课最重要的两个原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第一节课的最后两个原因啊，只是我们第一节课的最后两个原因。但是法语当中的原因其实还有很多啊。我们先看第一个，哎，这两个其实都很简单哈。第一个，学字母的时候就有是吧？把这个小一从音素框当中拿出来啊，它就是一个字母，这个字母它的发音就是它，对吧？啊，来跟我读一，一，哎，这个一还是再强调一遍啊，读音的时候不要读的像英语的短音一一样，因为写法是一样的，对吧？那英语的短音一呢，我们习惯带一点 a 的声音，啊，听起来好听，不会死板，但是法语不能这样，一就是一，千万不要读成 a。那就变成另外一个音素了，怎么？来，咱们看读音规则啊，读音规则也很好记。首先，你看所有的字母一，不管它的头上顶的是什么哈，有没有这种特殊的符号，那么只要它没有和其他的元音字母一起组成字母组合，它在单词当中就读音素一。哎，这个字母一组成的字母组合。咱们有学过哪些还记得吗？咱们也接触过几个了对吧？啊，还记得吗？都有哪些呀？来告诉我都有哪些，打字就可以了。啊 ,V 和字母 A, 字母 A, 啊组成的。另外除了这两个之外哈 ,Golet 打出的这两个之外还有这个对吧？是这样吧啊，戴小帽子的 V, 那么这三个它都读什么音呢？都读元音 A, 对吧？这三个字母组合，那么除此之外哈，哎，只要是没有组成字母组合的字母 E 啊，都发 E 这个音。我们看一下例词，来第一个词，想一想这个字母 D 发音吗？结尾这个字母 D 告诉我发音吗？它是不发音的啊，因为这个字母 Z 既不在咱们讲的那六个没有 a 也发音的结尾之中，对吧？不在那六个之列。其次呢，它后面也没有一个不发音的字母 a, 哎，来作为垫底儿来保护它哈，保全它的发音。那么这时候呢，它是不发音的，我们把它画下去啊，来跟我读这个词 v v。这个词呢是一个动词原形的变位哈 ，live 和我们生活那个词的动词原形的变位啊，我们不用去管它。看下一个词，哎，这个词很好读了，中间的字母 c 它发清辅音 s 的音啊，所以跟我读 easy easy 啊。我为什么要把辣这个词儿放在这儿呢？哎 ，easy 和辣是一对反义词，还记得辣的意思是什么吗？
还记得吗？ We there 啊，就是那边，所以呢 EC 啊，它的意思就是 here 啊，就是这儿，哎，这里，记住它啊，很简单的词。来，再看下一个啊，下一个跟我读，哎，注意一下啊，这个结尾是 a 和结尾，那么这两个词呢组成这两个字母啊，东组成了一个字母组合。那这个字母组合啊，在动词的词尾，你可以稍稍的在笔记上记一下啊。这个咱们后面还会讲，在动词的词尾，它是读哪个元音呢？是读这个 a 啊，读这个 a， 就是我们那个 a b c d 啊 ，b 和 d 的元音 a。这个 a 我们以后也会学啊，进一步认真的学习。来，我读这个词 dinner。Dinner， 哎，在英语里边有是吧？跟它长得很像的，还是吃饭。但是呢，在法语里边，它不是指任何一顿饭，而是指晚饭。而且这个词有两个词性，它既可以做动词啊，当吃晚饭讲；那么也可以做名词，它就当晚餐、晚饭。哎，接下来这个词是 dinner。好，再看。下面一组例词啊，这个是一组了。首先，谁能给我读一下这个词？来，Golette 读一下这个词。mais， oui， très bien， merci。啊 ，mais 这个词，我们看它是怎么读出来的啊？首先 ，r 一，哎，一眼看到它是一个字母组合，对吧？我们上节课学了啊，它就发这个元音 a， 发元音 a。然后呢，再看词尾的 s 啊 ，s 不在那六个里头，后面又没有字母 a， 所以它是不发音的，对吧？我们把它画下去啊，所以这个词读 mais。但是我上节课说过一点是吧，有关于语音的啊，我说一个单词，当它以元音结尾的时候啊，元音后边没有其他任何的辅音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习惯上会把这个元音的口型稍微缩小一些，也就是我们在读最后结尾这个元音的时候啊，嘴巴更紧张一点。那么这个元音 a， 我们把口型稍微缩小一点哈，就有一点像这个 a 的声音，给你体会一下。所以呢，这个词啊，试着把口型减小一点，有一点 a 的声音跟我读 ne， 有体会吗？这个声音。哎，所以这个词 r 和 e 组成了字母组合，但是哈，你再看上面这个词，上面这个词跟它的拼写完全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个 e 上面多了两点，戴了一副眼镜儿。还记得这个眼镜叫什么吗？哎，我说过哈，上面特殊的符号，哎，你都不用去记它，什么闭音符号、开音符号都不用，但唯独是这个符号，哎，你要知道它的名字和它的作用。还记得叫什么吗？这两个点儿。哎，谁来告诉我？鸡蛋呢？对，分音符，非常好，分音符号。那所谓分音符号呢，就是把它和其他的，它两边的字母都分割开了，那就不组成字母组合了，言外之意，对吧？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点儿啊，把它和前面的字母啊划开，哎，各自发各自的读音。那字母 a 在单词里我们学过了，它就发 a 元音 a， 对吧？那一上加两个点儿发元音一，所以呢，把它组合在一起，告诉我这里边 s 发不发音呢？发不发音？也不发音，对吧？啊，道理和这个 ne 是一样的啊，也不发音，我们把它划掉，所以这个词读什么？来。鸡蛋的读一下。Maïs。Oui, très bien。非常好啊。Maïs。Maïs。哎，有同学说我这个 S 为什么刚才不说不发音吗？为什么在这发音了呢？哎，我告诉大家哈，如果是按法语的语音规律，这个 s 是不发音的，我刚才还想卖一个官司哈，结果这个 z 大呢一下就说对了。为什么呢？发音，因为它是一个外来词
啊，它是一个来源于西班牙语的词汇，它的意思是玉米，哎，老玉米，喂，海边。那、啊、以前听过课哈，没关系。那这个它的意思是玉米啊，把它记下来，玉米。那么和它相对的哈，拼写一样，那发音不同的下面这个词，它是一个连接词，哎，表示转折的，它的意思是可是、但是。所以你看，差两个点，意思截然不同，对吧？哎，上面这个你给它标注一下哈，外来词，这个 s 它是发音的，哎，特别注视一下。那法语中呢，其实也有一部分是外来词哈，来源于英语啊、西班牙语啊等等各种语言啊。那这些外来词呢，嗯，这个没有什么规律可言啊。你说我们能不能一眼看出来它是不是法语？有的时候可以啊，因为那些词长得太奇怪了。但是有的时候呢，像这个 maïs 对吧？你不是能很，你不是太能哈，一眼就看出来，那就只能通过记忆的方式。啊，你知道它是外来词，有助于你对它的记忆，好吧？好，最后一个词，这个词我想不用多说了，啊，先看一看这个读音规律，哎，字母 y 在单词当中啊，它就读元音一的音，啊 ，y 在单词当中读元音一的音，但是前提也是哈，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前后。没有元音字母啊，前后没有元音字母，它不是夹在两个元音字母中间啊，或者呢不是挨着某一个元音字母，你可以稍微在笔记上记一点啊。这个时候它是读一的音，如果有元音字母怎么样，咱们以后再讲它的读法，好吧？啊，看这个词，我不用多说了，是吧？尤其是前些日子流行一首歌啊，叫做《Gangnam Style》。但是呢，法语当中怎么读？法语怎么读？来，哎，经济读一下吧。手机可以，手机可以这个。Oui, à très bien. Still. Oui, merci. Still. Still. 读的时候呢，注意前面的这个字母 d。哎，这个字母 d 在元音 i 之前，本来它是发清辅音 t， 对吧？但是不要读成 still 啊，在元音之前，我们的这个送气稍微的收一点儿啊，送的不要这么多啊 ，still， 怎么？好啊，这个就是音素一，我们就讲到这儿。好、啊，来跟我读一遍音素一所有的单词 ，z，z，ici，ici。Dîner, dîner. Maïs, maïs. Nez, nez. Style, style. 好啊，这个就是音素一所给的例词。来，我们看一下哈，下面一个音素。首先啊，跟我读一读它，它非常的简单啊。来，跟我读，哎，读到这个元音乌的时候啊，我不得不说一句，还是那句话，要区分字母和音素。如果我把这个从音素框当中拿出来，它应该怎么读啊？来，谁告诉谁读一下 ？Golette 读这个。Oui, merci。啊，他就读吁，鸡蛋呢给出了它的音素啊，是这么写的，对吧？但是呢，他把它放到音素框当中，他就不读吁了哈，他就变成了呜，哎，呜。那讲到这个音素，我又不得不问一句，那把这个字母。哎，从音素框中拿出来变成字母，它读什么呀？它是我们字母里边哎读音很长的一个了，对吧？它读 igrek， 哎，所以有没有这个框差别很大的，大家要区分清啊。
元音 u 的这个字母组合很好记，所有的字母 o 加上字母 u， 不管上面有什么，它全部都发元音 u。来看一下例词，第一个词，跟我读 ，fu， fu 这个词很简单哈，前面就加了一个清辅音 fu 的音啊，连起来就是 fu。它既能当形容词，也能当名词啊，它是疯子，或者是疯了的意思啊，疯狂的，对吧？啊，或者是疯子啊，都可以。但是呢，如果它当名词讲啊，以后咱们会学哈，法语当中的形容词、名词都是分阴阳性的。那跟人有关的呢，当然就是按人的男女区分了啊，所以这个妇它是一个阳性的，啊，它表示男疯子。要是女疯子呢，你说一个女人是她真是疯了是吧，你就不能用这个词了，你要用另外一个叫做 folle。 这个 folle 咱们除了 o 怎么发音没学过，其他也都学了啊。这个结尾的 a 是不发音的，直接把它划掉啊，两个 l 在一起那就跟一个 l 一样，它发 l 的音。还记得我们以前学过下了是吧，那么这个 o 怎么发？咱们现在还没学呢，大口的这个 o 已经接触过了，把嘴巴张大一点 ，fall 啊 ，fall， 一个是男疯子，一个是女疯子。再看下一个，我读 do， 首先啊，看一下它是怎么出来的这个音。o u 的字母组合，它发元音 u， 对吧？啊，然后结尾的这个 d 呢，它发音吗？结尾的这个 d 它发音吗？它不发音，对吧？啊，因为它后面没有字母 a， 所以我们把它划下去了，不发音。那最后问题呢就来了，就是前面这个字母 d， 你能读成 two 吗？跟英文的那个二一样。不能，对吧？读成 two 就真有点二了。那前面的这个 d 呢，因为是在元音字母前面，所以这个清辅音 t， 你的送气要收掉，对吧？所以来跟我读 do， 啊 ，do 就相当于英语里边的 all， 它是一切的意思啊，一切、所有或者全部都怎么样啊，当这个意思讲。好，再看下一个词，下一个词很简单了啊，直接我们第二个字母组合拿过来就是一个词，来跟我读 ，u， 还是注意啊，上面的这个不是四声啊，我也不是因为上面有一个杠我才读成 u 的啊，你要读成 u 行不行啊？也行啊，因为外语是没有音调的，对吧？英语啊、法语啊都是没有音调的，那么这个 u 呢？它是一个疑问代词啊，也可以引导从句，它就相当于英语里边的这个词 where， 它是哪里的意思啊，再跟我读一遍 who 是哪里的意思。但其实啊，我们第一个字母组合就是这两个字母把它拿过来，它也是一个现成的词啊，你看跟第二个它只差了一个小符号，对吧？只差了一根小天线，但是它们的意思完全的不同啊。这个带天线的刚才说过了，是当 where 讲，是哪里，但是呢把这个天线拿掉啊，它就当或者讲，或者相当于英语里边的 or，当或者讲啊。但是我告诉你，英语里边的这个 or 搁到法语里边它也是一个词啊，它读作 och， 那这个 och 当什么讲啊？它当然而讲，有点像 may， 这个跟 may 意思是一样的啊，所以记不下来可以不记啊，当笑话听一下就可以了。好，所以区分啊，有没有小横线它的意思不一样，把这两个词都记下来，把这个物补充到这个带天线的旁边啊，这一个是在哪里啊，一
一个是或者。最后呢，我们再看一组词啊，第一个，哎，这两个词我先找同学读一下吧啊，看同学能不能把它们区分出来。谁来读？对，尖记来读一下好吗？Good, good. 喂，不是很会。喂，喂，啊，还不错哈，闷慢了。再来鸡蛋的再读一下，我听一下。good. 喂，啊，其实大家原理是都知道的。啊，就是这个嘴上实践的时候，但是也是在努力的区分了，我能听出来啊。现在做到这样就已经是不错了啊，就已经可以了。那么这两个唯一区别就是在第一个字母上，对吧？第一个辅音字母。那么 “gu” 这个词啊，它第一个字母 “c”， 它在这儿呢是发清辅音 “k” 的音，清辅音 “k” 的音。但是这个 “k” 在元音 “u” 之前，我们要收掉送气。对吧，气不要出那么多啊，所以是 gu gu。 但是第二个啊，前面是字母 z 啊， z 在 ou 的字母组合之前，它读这个浊辅音了 ng ng， 所以呢你读的时候声带震动要强烈一些 gu gu。 所以一个是咕，一个是咕，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咱们听的时候啊，比如说你听外国人说话，除了是通过语义去判断，通过这个一句话的意思哈，语言环境去判断它到底用的是哪一个词儿之外，如果刨去这些，你在考试当中啊，有这个咱们以后要参加这个DCF 呀 ，DEF 的考试啊，好像是 DEF 的考试题里边吧，哈，听力就会有这么一道哈，会让你去判断，到底读的是哪一个词儿？那其中呢，可能会出到清浊辅音的之间的区分啊，那这个怎么办？你听他喉咙的声带的震动，你肯定是听不出来的啊，肯定指望这个去分辨是没有希望的。那怎么办呢？就是听音调。啊，听音调，在一句话当中呢，如果它是这个清辅音后面加元音，那它的音调一般都是向上的啊，咕猪。但是呢如果是浊辅音，它的音调会下来咕咕。所以咱们大家以后多听就通过音调去判断。好，这是题外话了啊，现在让判断毕竟还是困难的。来，咱们元音乌所有的例子就讲完了啊，跟着我来把每个词读两遍，来跟我一起读。福福读读无无古古古古 ça va？ 有问题吗？啊，这一页的单词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打一个一啊，然后我就知道了，就继续往下讲了。有问题的话随时给我提啊，不用不好意思，好吧。啊，喂，这两个词的词义是吧，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记一下啊。第一个词它当价值讲啊，价值。那第二个词呢，可以当品味或者是味道讲，菜肴的味道，这是具体的，但是呢你可以把它升华一下，升华一下就变成一个比较抽象的哈，一个人的品味也叫做这个词啊，咕啊，跟读一个似的。以后学到后面你们会发现法语当中有很多鼻腔元音，他们之间的读音也是非常接近的，你可能当时学能区分出来，但是在听法语的时候呢，你就觉得怎么都是这几个音儿啊。
啊，可以了吗？啊，这两个都是名词。好，那这页我们就翻过去了。来，那下面呢，我们就进入辅音的学习啊，辅音的学习。首先，第一个清辅音啊，很好读，来跟我读 ，p p。但是这个清辅音，哎，还是有送气不送气的问题。哎，我们之前其实一直在说这个问题，从讲字母开始。那么今天呢，算是正式的学习。我把这件事儿再给大家念叨一遍啊，大家就作为一个复习，好吧？首先，这个字母 b 呀，在元音前，它是不送气，或者说呢少量的送气啊，不送气或者少量的送气。最简单的一个词就是这个词 ，baba，baba， 对吧？但是在辅音前啊，第一点是在辅音前，比如说这个 plan。啊 ，plan， 你就不能把它读成 blend， 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变了，就变成这个了。在辅音前，它是要送气的，是 pu 的音，跟英语是一样的。再有就是在词尾的时候，啊，它结尾，啊，当然这个指的不是字母在词尾，而是音素，啊，比如我们这个词，虽然它后面还有一个字母 a， 但是这 a 是不发音的，对吧？所以怎么读啊？soup， 它是要出来的 soup， 汤的意思，汤的意思。但是，关于这个我再说一下啊，就是法语里边呢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不能称之为读音规律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也就是这个字母 d 呀，虽然它在元音前是不送气的，但有一个元音例外。就是这个啊，当字母 b 出现在元音一之前的时候，我们为了好听，哎，会有一点送气。我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这个词，哎，这个词大家认识吗？感觉，哎，感觉到它跟英语的一个词有点像啊，能猜一猜这是什么意思吗？这个词是纸的意思啊，纸张的 paper， 但是法语应该怎么读啊？你看到词里面有两个杯，对吧？第一个杯在元音 啊 之前没问题啊，就跟这爸爸一样，对吧？它的送气是很少的啊，读作爸爸。但是后面的这个字母杯，它是在元音 一 之前的，哎，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稍微的把这个气出的多一点了啊，所以这个单词怎么读啊？来给我读 ，papier，papier。你听到没有？读的不是 papier， 而是 papier。这个送气量是比较大的啊，这一点，不作为一个语音规律，但是呢，是法国人的一个习惯。哎，大家要知道啊，与此相同的啊，还有一个字母也是这样，就是这个，还有一个音素也是这样啊。就是这个音素 t， 哎，也就是字母 d 发的这个音啊，它在一之前，我们也习惯稍微送一点气。比如，再给大家一个词 这个词。这个词呢，一看大家也认识啊，跟英语是一样的，就是票的意思。但是这个词呢，怎么读它啊？我们不读作 dk， 我们读 dk， 听见没有？稍微有点送气啊，送气量不是很大，但是呢，也是有的 dk。咋吧？哎，这两个把它记下来啊，这样能帮助你的语音更加的标准，好吧？还有问题吗？横线以上的还有问题吗？包括我刚才讲的这两个语言习惯。如果没问题的话，我们继续。啊，那刚才讲的这个没问题了，是吧？在元音前不送气啊，在辅音前及词尾的时候送气。那我刚才
讲的两个语音习惯只适用于字母 b 和这个字母 d 啊，而且呢后边的元音只能是一，哎，你不能把它扩展，好吧？那么如果这个没问题了啊，那与此同理的，那另外两个辅音，刚才讲的是辅音 p 对吧？另外两个辅音也是如此，在元音前不送气，但是在辅音和结尾呢是送气的。那关于清辅音 t， 我们看一下例词。首先这个词例子非常好，一个字母当中呢有两个字母 d， 哎，但是你看看两个字母 d 位置是不同的啊。首先第一个，哎，戴小帽子的 a 它读什么音呢？我们上节课学的对吧，它读元音 a 啊，你回忆一下还记得吗？所以这个清辅音 t 在元音 a 之前，哎，它就不送气了啊 ，d， 但是后面的这个 t， 哎，你看到没有？它后面跟的是什么？是一个不发音的元音字母 a， 对吧？不发音把它划掉啊，它也就是音素是位于词尾的。那这个时候呢，它就要送气，来跟我读这个词 ，det，det 是头的意思啊，我们的脑袋就叫做。That， 但是如果你把前面的这个清辅音 z 啊 t 读重一点，读成 d， 就变成了另外一个词。那这个词跟我读 that。首先我问一个问题哈，谁能告诉我这个字母 a 在这儿为什么也发元音 a？ 能告诉我吗？来 ，Golet 说一下，为什么也发元音 a 啊？这是哪条读音规则啊？为 b 音节，很好，字母 a 在 b 音节当中啊发元音 a。什么是 b 音节呢？什么是 b 音节 ？Golet， 告诉我吧。什么是 b 音节？ v 以辅音音素啊，这两个字很重要，辅音音素结尾的音节是 b 音节，所以这个词你看它是以辅音 t 结尾啊，因为 a 是不发音的吗？那么字母 a 在当中发 a 的音啊，那这个重的 that 它就是债务的意思，债务，咱们说欠别人多少钱啊，债务。哎，所以你看这个清浊辅音啊，你轻一点重一点，它的意思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一个是头脑袋啊，另外一个是债务。再看这个清辅音科，哎，它也是同理。那么它在结尾的时候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这个词读 sack 是包的意思，我们背的那个包，提的包哈，甚至是塑料袋都可以叫做sack， 哎，比如说，这个，哎，我看咱们例词当中也有这个词哈。哎，没有，那就这儿给大家讲吧。啊，这个 sack， 哎，比如说我们手上拿的，有一个叫法叫做 sagamman， 后面的这个 man 啊有一个鼻腔元音 man， 你这个大家模仿一下就可以啊，这个词愿意记把它记在笔记上啊，不愿意记也无所谓，咱们后面还会看见的 sagamman， 这个科和后面的 a 是个介词啊，跟咱们那巴扎巴里边那啊是一样的，那科和啊之间有一个连读 ，sagamman， 连读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科浊化成歌的音 ，sagamman。那么后背上背的叫什么 ？sagado，
萨嘎多。哎，你看手上提的和后背上背的不同在哪儿？不同在最后一个词。哎，所以这最后一个词啊 ，man 就是手的意思，多就是后背的意思。哎，所以你看很好记吧？萨嘎曼，曼是手啊，手里边提的就是手包啊。萨嘎多，多是后背啊，后背上背的双肩包啊，那种旅行的背包啊啊，就是它。另外呢，我刚才说塑料袋儿。Sacon plastic， 中间的这个介词 on 一般表示材质的时候我们用它，什么材质的呀 ？plastic 塑料的。哎，为什么给大家这个词这么长还给大家呢？因为跟英语很像啊，所以比较好记。Sacon plastic， 愿意记的可以稍微记一下，咱就不多说了。这个是 sac。那么下面一个来跟我读，想一想，磕在元音前。对吧？不送气。Gale， Gale， 后面的这个要把它浊化了。Gala， Gala， Gala 是大型的晚会啊，联欢会、晚会，咱们的春节晚会就可以叫做 Gala。好，这部分知识还有问题吗？怎么？来，没问题，我们回来。哎，这个关于这个音素，错啊，它什么时候送气不送气，我们都已经掌握了。哎，那下面就好说了，读音规则很简单啊，字母 b 它就发音素，错，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啊，这都没关系，对吧？因为两个相同的辅音字母，除了两个 c 碰在一块儿。其余的都跟一个字母是一样的，对吧？两个 C 碰一块读什么音呢？啊，我们马上也要讲到，不要着急。好，看这两个例子啊，第一个是一个字母 B 的，那它在元音之前，哎，想一想，不送气，对吧？后边字母组合辅音我们都学了，找同学来读一下它。谁来读？先记读一下吧。Ballet， 喂，开边，非常好啊，就是这么读 ，ballet 啊 ，ballet，r 一字母组合发 i 的音，对吧 ？s 不发音，把它画下去。那这个 i 做结尾呢，我们口型稍微收一下啊，来再跟我读这个词 ，ballet，ballet，ballet 意思是宫殿。啊，宫殿，我们的颐和园就用到了这个词。颐和园又叫做夏宫，对吧？所以是这样的啊。Ballet de de， 来跟我读 ，Ballet de de，Ballet de de。哎，有同学在我讲的词组里看到过很多这个，像这个啊，这个的一撇儿啊，什么的呀，对吧？啊，什么啊呀？啊，说这些都是什么呀？你不要着急，在咱们以后的课程中都会讲。啊，现在呢，主要还是强化读音。哎，你每个词儿都跟着我去读一读，熟悉法语的音调啊就可以了，好吧？来，再跟我读这个颐和园啊 ，Ballet de de。好，咱们再看下一个词，这个词很好读了，来跟我读 ，nap，nap，nap， 它本身是层的意思，所以呢，你在很多写地质、地理的文章当中会看到它，像什么水层啊、岩层啊，啊都会有它。那么，因为它表示层嘛，啊，咱们的桌布也可以叫做 nap。好，这个清辅音。就讲到这儿，哎，下面一个也很简单，清辅音 t， 字母 d 啊，它就发这个音。来，我们看一下例词，第一个词我们早就见过了啊，跟我读两遍就过去了。that， 它是头的意思啊，把它的意思记住。
再看第二个，哎，第二个我得找同学读一下了，最大的读一下。Sit。对，非常好。哎，但是我听你读哈、啊，这个一还是有 a 的音啊，读的好像是 sit。哎，还要把你的口型要收一下啊，来跟我读 sit。Sit， 也是 e 的音，千万里边不要有 a 的声音啊！读音的时候要注意。但是整体还是不错的啊，我就怕有同学给它读成 site， 啊，那就跟英语混了，对吧？啊，我们法语里边字母 e 它只有一个读音，就是 e 的音。那么这个 sit 读音，嗯，把它解决了，它的意思是，首先我们的网站。啊，就可以叫这个 sit， 它可以指网站。当然呢，你在后面也可以加一个形容词 sit internet， 啊 sit internet， 连读 sit internet， 也是网站的意思。那么再有呢，我们的景点儿啊，也是可以用这个词，所以它就表示地点的那个点，啊地点的那个点，站点儿啊，景点儿啊。就是它。再看下一个词，这我们也见过了，对吧？啊，跟我读 that， that， 读的时候注意和上面这个 that 轻声的区分。那最后是一个咱们书上没有的，啊，加进来的，请大家注意，哎，这个字母组合你们现在可能见不到啊，但是以后会见到的，请大家记在自己的笔记上。就是在字母组合 d e e 当中啊，这三个字母当中，其中的这个字母 d， 它就不读 t 的音了，它读什么？它读清辅音 s 的音，清辅音 s 的音。哎，所以这一点要非常的注意哈、啊。前面画一个星星，咱们看后面的例子，后面的例子，别看它长，其实挺好读的。把它划分成几个音节，还记得音节怎么划分吗？我们按照元音去划分啊。第一个没问题吧？字母一发元音一，所以是 z z。第二个音节字母 o， 它发大口的那个半圆的 o， 所以是 pro pro。第三个音节 ma ma， 哎，关键就在于最后一个了。那最后一个呢，这个字母 d 它不发 t 的音，它发清辅音 s， 所以是 c c， 所以整体连在一起跟我读 diplomacy diplomacy diplomacy， 是外交外交学的意思。哎，所以呢有一些学科啊，一些学科名词它就喜欢用这个 c 去结尾，那你读的时候要注意不能读长 diplomacy，啊，这就不对了 ，diplomacy。好啊，这页的生词还有问题吗？怎么？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还是每个单词读两遍就过去了，好吧？来跟我一起读 ，ballet， ballet， nap， nap， debt。Debt, sit, sit, debt, debt, diplomacy, diplomacy.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清辅音，清辅音 k。首先啊，这个清辅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我就不再练了。那么首先看读音规则，哎，第一条读音规则这个难点就来了，字母 c 啊，它在单词当中读清辅音 k， 但是它不是在所有单词当中都这么念的，后面有条件，什么条件啊？字母 c 在元音字母 a o u 以及辅音字母前，它读这个音啊，在辅音字母前没问题，辅音字母咱们都知道，对吧？在所有的辅音字母前，它都读这个清辅音 k。哎，在元音字母 a o u 前，
你还记得法语当中有哪几个元音字母吗？来，谁告诉我，法语当中啊都有几个元音字母？那它们分别都是什么？来 ，Gullet 说一下。A O U E 一个 hack。Oui, très bien。也就是这六个，对吧？所以呢 ，A O U 占了这六个字母当中的一半儿。那肯定会有同学问，那在那一半元音字母之前它读什么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把六个元音字母分成了两部分啊，一部分是 a o u， 一部分是 e i y。那么字母 c 在第一部分元音字母 a o u 之前，它就读清辅音 k。但是这个清辅音 k 由于它是位于元音字母之前，对吧，元音之前，所以呢又涉及到送气的问题了啊，它的送气要减小啊，几乎不送气，所以呢有一点像 g 的声音，对吧？那么在第二部分辅音字母前，哎 e i e k k 就跟这 k 没关系了啊，它就读清辅音清辅音思，当然清辅音思啊，它在这个元音字母前就不涉及到浊化的问题了，啊，就没这个问题了，好吧？这是它的分类，啊，把它记住。不光是字母 C 有这个规矩，还有另外一个字母，就是下面括号里的这个字母 G， 嘿，它读音也是分两部分的。那在 R O U 之前，它是读一个音，那在 e i k 前呢，它读另外一个音。但是至于读什么，我们讲到它的时候再具体分析。现在你不用知道，你只知道这两个字母是特殊的，然后呢，你掌握一下字母 c 的读音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就要讲到两个字母 c 合在一起时的发音了。之前呢，我们讲过啊，说两个相同的辅音字母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就跟一个辅音字母的发音是一致的啊，但是呢这个两个 C 是例外的。诶，怎么例外，咱们今天讲一讲。两个 C 啊，既然一个 C 它是分成两类，对吧，那两个 C 它也是要分成两类的。那它在第一类啊，元音字母 A O U 之前，放在这三个字母之前呢，哎，这个时候确实两个字母 C 啊和一个字母 C 的读音是完全一样的啊，这时候两个字母 C 它就读清辅音 k， 所以这个词来跟我读 agor agor 啊， agor 是同意的意思。那么这里边清辅音 k 位于元音 o， 这是一个大口的 o 之前啊，咱们也送气要稍微少一点啊，再跟我读 agor agor。好，这是比较简单的啊。那当到另一部分哎，位于 e i e k k 之前，哎，这个就复杂了。两个字母 c 它就不发一个音了，怎么读？我们看，哎，你看这个字母 c， 它是在什么之前啊？它在另外一个字母 c 之前。哎，那倒着看吧，先看第二个字母 c。第二个字母 C 是在字母 E 之前，对吧？那它应该怎么读？读清辅音思，没问题。那第一个字母 C 它是在谁之前啊？它是在辅音思之前，对吧？还记得我们刚才的读音规律吗？ C 在辅音字母，哎，这写的不确切啊，应该说在辅音之前，辅音音素之前，它都怎么读啊？它都读科的音，哎，所以虽然啊是不符合咱们那个两个相同辅音字母碰到一起读一个辅音字母的音这一条语音规律，但实际上你发现两个 C 碰在一块儿，它也是符合语音规律的，对吧？它符合 C 这个字母单独单个字母的时候啊的这个语音规律，哎，一个在 e 之前发 s， 那另外一个呢在
辅音字母之前，在辅音字母之前，辅音字母 C 之前呀，开始发克的音，咋吧？所以这个词来跟我读 ，access 是通道的意思啊，通道。好啊，另外一个例子跟前面的这个也是一样的，是吧？怎么读啊？两个字母 C， 它同样是发 k 斯的音啊 ，k 斯。所以跟我读 ，accepted。好，那关于这个两个 CC 的发音还有问题吗？咋吧？还有问题吗？有问题提啊，给大家一点时间。没问题，我们就回过去，好吧？来继续看我们这个语音规则啊。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应该理解第一条语音规则了。来，我再把它说一遍，就是字母 C 在元音字母 R、O、U 以及辅音字母前啊，它是读科的音。来看一下例词，首先第一个词跟我读 gare， 最后的这个 f 发小舌音，大家努力去做就可以了啊。小舌音我们还没有这个正式的学习。gare 这个词啊，它有两种词性，两个意思。首先呢，它可以当名词，当名词的时候，英语里边这个 car 是当小轿车讲，对吧？但是我们法语里边也是车，不是小轿车了，而是那种旅游用的大巴啊，大巴式，哎，里边能坐四五十人那种，那个就叫做 gare。那么它另外一个词性呢，就是当连词讲，用在两个句子的中间啊，表示这个因果关系啊，它当由于、因为讲，后面跟原因的，对吧 ？gare。所以是一词多义啊，大家把它记下来，是以后经常会看到的一个词。好，再看下一个词，下一个词字母 O 的发音我们还没学，它在这儿呢发大口的这个 O， 所以这个词跟我读 gum 这个词也有很多种意思啊，比如说像啊。像什么什么一样啊，啊，就是这个。那另外还有什么用在句首表因为由于啊，啊，跟这 gap 也差不多，但是它是用在句首，它有 gap 的意思。其他作为啊等等啊，这个不细讲了，大家也不用记了。再看第三个，来跟我读 ，gult， 这个词的读音我要好好的说一下啊。首先，这个字母 u。在单词当中啊，我们就发 u 的音，字母 u 在单词当中就发 u 的音啊，它不发 u， 哪个发 u 呀？还记得吗？咱们刚学完，还记得吗？什么发 u？ 添一个东西就发 u 了 ，v o u 的字母组合，所以这个单词的前半截就是 gu。后面呢，两个辅音碰在一起了，但是这是一个辅音群吗？不是，对吧？因为第二个字母既不是字母 L， 也不是字母 F， 它不构成一个辅音群啊。这个 L 这个字母啊，被孤零零的扔在中间，那么它就读 l 的音。那 l 后面紧跟着就是清辅音 t， 那就变成了 lt 啊 ，lt。所以这样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那这个了我们要读得快一点，一带而过，有点像英语当中的爆破音啊，你的舌头摆在了那个位置上，还没有离开你的上颚，舌尖还没有离开上颚，还没有了出来呢，那这个音就过去了，咱们就读后面一个清辅音了，你体会一下这个感觉啊，只是摆一个位置，给它留一个它应有的发音的时间啊，但是这个音我们是不给它完整的读出来的。来听我读 ，gult， 听到了吗？啊，不是 gult， 而是
了，这个了没有啊，距离。哎，所以只有舌头在那摆一个位置。走吧，哎，我来听一听 ，golet 读一下这个词吧。Good. Pardon. 再读一遍。Good. Good. 哎，首先这个告诉我读什么音 ？gu gu gu。Oui, gu gu。哎，我听有点像 gu good。gu， 然后 gu 后面呢 ？good。来，再读。Good。喂、oui, 啊，这个了可以再出来一点。Good. 哎，这个了可以再出来一点。Good. 喂、oui, ，这是啊，啊，这边是准确的。Good. 来，再读一下。Good. 哎，前面又有点呜的音了，有点像 good。你后面的这个了不要影响前面元音的发音，还是 good。good。前面还是 u good。后面呢 ？it good， 怎么？如果觉得这样很困难，那你把这个了读出来一点没关系啊，你就 good good 啊也可以，别读得太重就好。先记再读一下，我听一下。good， 喂，谢谢啊，非常的好。喂，很先记读得非常的不错，就是这样 good。好，这个词我们就到这儿了，好吧？最后一个词，最后一个词咱们在上节课就见过了，还记得教室怎么说吗？教室，来，谁来告诉我？上一节课讲的，没人记得呀。教室啊，就是一个班级的一个厅，对吧？还记得厅怎么说吗？我们说客厅啊，啊浴室啊，都用到这个词，叫做 salle， 对吧？所以教室叫做 salle de classe， 啊 salle de classe， 那是班级的教室。你看这法语当中的这个介词 的 呀。它有很多种用法，但其中一种用法就有点像我们中文那个白勺的，是吧？哎，它也是表示形容什么的什么。哎，那教室呢，我们既可以叫做 salle de classe， 你把前面的 salle de 去掉，直接用 class 啊，其实也可以。哎，此外 class， 比如说我们正在上课，叫做 en class， 前面加一个介词啊，也可以。来，再跟我读一下吧，这个词没有什么难的。注意就是注意它的拼写比英语要多一个 a， 啊，拼写的时候不要把它落掉了。来跟我读 class， 字母 c 在辅音之前的是发清辅音 k， 对吧？而且要生气啊，再读一遍 class。那第一条读音规律涉及到的例子我们就讲到这儿。嗯，时间差不多了。Golette, les autres, 坚记 et Zidane。喂、哎哦、啊都在，那我们继续讲课了。那刚才呢咱们看完了这个清辅音科啊，它的第一条读音规律、哎、有点复杂啊，牵扯出来一系列的事情。哎，所以你要理清思路，好吧？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条读音规则啊。第二条读音规则是一个字母组合，字母 g 和字母 u 放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它整体就读前面的这个清辅音 k。其实啊，第二条和第三条我们可以合在一起讲啊，这两个其实是一回事儿，只是怎么样呢？哎，本来字母 g 在单词当中它是发清辅音 k 的。但是一旦这个字母 g 后面有其他的元音字母的情况下啊，它不是在结尾是吧，后面有其他的元音字母，那这时候呢我们不让这个字母 g 啊和元音字母直接的接到一块儿，哎，我们在中间加一个字母 u，
这就构成了字母 g u 的元音，这个字母组合啊，其实就是为了分割它和元音字母。哎，这是一个书写习惯了啊，所以呢，这两个其实是一回事儿啊。我们先看这个字母组合，它的例词。第一个词，来 ，z 大呢，试试能不能读？啊，想一想这个字母 a， 它在什么音节中，然后读什么音？Oui, très bien, merci. 哎，这个词读得很好啊，它就读作 gale。那么读的时候呢，有几个要点。首先，你要明确字母 a 的发音，对吧？啊，后面的这结尾的这个 l， 哎，字母 a 要读什么音，就看它后面是以什么音结尾了。因为这是一个单音节的词，它只有一个元音字母。那 l。它在我们讲的那六个没有 a 也发音的词尾之中，所以它是发轻，它是发这个辅音 l， 对吧？那整体是一个 b 音节了，因为是单音节的，那所以 a 在这里发元音 a 的音。那么 yu 呢，发轻辅音 k， 在元音之前不送气。哎，所以你看这一个词，其实把我们之前学的很多的语音规则都牵扯进来了啊。跟我读这个词 ，get 了。Gale， 好，再看下一个词啊，下一个词很好读了。来，首先跟我读吧，啊，他读 music， 哎 ，music 这个词看似很简单，它跟英语里边的 music 啊长得很像啊，所以它法语当中音乐的意思，这个没问题。但是读音的时候啊，你要注意几点。首先，字母 g u， 字母组合发清辅音 k， 对吧？那这次呢，它是位于单词的词尾啊，后面的这个字母 a 是不发音的，所以它就读 k， 也是一个清辅音，送气的。那么关键在于前面的两个，前面的这两个音节。好，首先第一个音节，这个字母 u。我刚才说字母 u 在单词当中读什么音，还记得吗？还记得吗？马尖记还记得吗？读李鸡蛋的说了读 u 的音，非常好。那要有别于那个 o u 的字母组合，对吧？所以第一个音节它就读 u。也关键在于第二个音节，元音一读一没有问题。啊，前面的这个 s， 哎，听到我刚才怎么读了吗？我读的是 music， 所以这个 s 在这儿啊，不发清辅音 s 啊，它发浊辅音 z。我们后面学习就会知道哈、啊、，s 这个字母，它加在两个元音字母之间，它就发浊辅音 z 的音啊，所以再跟我读这个词 music， 音乐，哎，不多说了，很简单。那么下一个读音规则哈、啊，单个的字母 g， 一般呢，它后面不会有任何的元音字母了啊，它主要是位于词尾。看给的例词，哎，给的例词呢出现了一个读音上的难点啊，就是中间的元音字母 e 和辅音字母 n 组成的一个字母组合啊 ，e n 的字母组合，它读这个音，中间的这个哈、啊，上面带一个小波浪线的，那这个呢叫做鼻腔元音。哎，你看底下是一个元音 a， 上面有一个小波浪线，说明它是在元音 a 的基础上生成的鼻腔元音啊。它读安，发音有点像我们天安门的安，但是在它的基础上，那么你会感觉哈，你的气流更多的从鼻子当中出来，哎，就是发鼻音，它就变成了安。那现在呢，有的这个同学可能因为咱们还没学这个元音啊，要到后面再学了，哎，所以如果你觉得不会读，你就说安就行了，就是中文的这个安。那跟我读这个词 ，sunk， 哎，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单词里边，字母 c 是怎么发音的？啊，他为什么不发科呀？为什么要发清辅音思啊？谁能告诉我？
在哪三个字母前发清辅音丝啊 ？e i e k r e k 非常好啊，咱们刚刚学过。好，这两条读音规则讲到这儿啊。thank 是阿拉伯数字五的意思，阿拉伯数字五叫做 thank。好，最后一条读音规则啊，就是字母嘎在单词当中读克的音啊，给了一个词，这个词不是特别常用到啊，跟我读 gagi gagi gagi。我们有一个音译的词，就是它就是卡其啊，现在穿衣服很流行穿卡其色，对吧？有点类似于那种帆布的颜色哈、啊，驼色的那种，叫做卡其色。哎，它就是从这个词儿音译过来的。那么这个词呢，也代表也是柿子的意思。所以你看，卡其色跟柿子的颜色有点相近，是吧？啊，这个词知道了解一下就可以啊。好，这个清辅音科我们就讲到这儿了。还有问题吗？啊，关于这四条读音规则。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把练习来读一下就过去了，好吧？来，跟我一起读 ，gare， gare， gomme， gomme， culte， culte， classe， classe， quelle， quelle， musique， musique， cinq。5 kaki kaki。 好，咱们继续看下一个音素啊，下一个音素也是一个清辅音，它读 s， 哎，读音很好，很简单哈，没有什么问题。咱们先看读音规则，第一条读音规则，哎，就是我刚刚所讲到的，对吧？啊， s不在两个元音字母之间的时候，啊 ，s 不在两个元音字母之间，它读清辅音思。如果是加在两个元音字母之间，啊，像刚才的这个 music， 它要读什么音呢？你看，加在元音字母 u 和 i 之间，它就读浊辅音 z， 也就读浊辅音 z 的音。所以关于 s 啊，你把它记好了。让它不在两个元音字母，注意是元音字母啊，不是元音音素。比方说这个 s 位于词尾啊，可能加在另外一个元音字母和一个不发音的 a 之间，这时候呢它也是读浊辅音 z 的，这能明白吧？啊，所以字母两个字在这是必须的啊，你把它插上重点符号。啊，给的例词咱们之前已经见过了，还记得怎么读吗？先来读啊 ，golet， 读一下这个词。sell， 它是什么意思啊？它是什么意思啊 ？sell， 读得很正确。忘了啊，想一想 ，sell 这个是应该很简单的一个词。我们天天都会碰到它，在吃饭的时候啊，它就是盐的意思，盐 sal。 好，再看第二条读音规则，两个字母 s 碰到一起啊，它就读 s 的音。哎，如果是两个辅音的两个辅音字母 s 碰在一起，那它就没有上面这条规则的约束了啊，无论这两个 s 在哪儿，被两个元音字母加了也好啊，或者是呢没有被两个元音字母加了也好，无论在哪儿它都读清辅音思，它只有这一种读音，好吧？所以这两个一定区分一下啊。我上一期这个我带这个班的同时我还带了一个进阶班哈，那么有的同学到了进阶班看到两个 s 他还在想啊，我在元音字母之间我要把它读成滋，对，这就是你看这个时候他就没有把这一条基础知识打好，是吧？来，我们看例词啊，第一个词
这两个词大家都能读了，我找个同学读一下吧。嗯，鸡蛋呢？读这两个词。Mousse, passe. Oui, très bien. 啊，第一个词来跟我读 mousse, mousse, mousse. O U 的字母组合，元音 u， 对吧？两个 s， 你看，虽然它是在两个元音字母之间，那它也读清辅音 s。Mousse 有两个意思，哎，我们常用到的有两个，一个是苔藓，啊，石头上啊，树木上啊长的苔藓。叫做 mousse，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喝啤酒，或者是一些咖啡啊上面的泡沫，啊也叫做 mousse。哎，这个词听起来就是很顺滑的感觉哈、啊、，mousse 苔藓或者是泡沫。再看下一个词，跟我读 bus， 字母 b 在元音前啊，我们送气要减小 ，bus 是通道的意思。通道，或者是这个经过，啊，经过这个动词的名词，它是一个名词，啊，或者是通道啊，啊之类的。好，那这个读音规则我们也过去了哈，看下一条，哎，下一条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对吧？啊，字母 c 在 a e e g h 前，它读 c 的音，啊，那在 a o u 之前呢，就读清辅音 k， 哎，注意 k。要不送气，好吧？来看例词，第一个词，哎，第一个词，咱们这个字母 a 的读音呀、啊，哎，我后面写了音标了哈，我应该把这个音标抹了，让大家判断一下。那好，那你看到音标了哈，它读这个元唇音 a 的音啊 ，a 的音跟这个字母 a 它发音是一致的。谁来告诉我他为什么不读 a 的音？他为什么不读 a？ 谁来告诉我为什么不读 a？ 为什么要读 cc 啊，不读 cc？ 谁能说一说？格雷特能说一说吗？开音节很好。哎，你看这个单词是吧？它有两个元音字母，那这两个元音字母都发音呢？它划分成两个音节。哎，前面的这个音节，这个元音字母 a 它发元音，对吧？后面没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它是一个开音节。它就不读 a 了，后面我们会学啊 ，a 在词首开音节的时候发 a 的音啊。现在你不用知道，你就知道这个词儿怎么读就行了。跟我读 cc， 这个词儿呢得跟后面这词儿学。这个读 cc， 后面这词儿会读了吗？它读什么呀？来，天气读一下。谁了？哎，前面读 c c， 你想想后边读什么 ？c c， 你想想后边读什么 ？c c。哎，这个 a 在这儿发 i 的音吗？我刚说过。a 在这儿发 i 的音吗？我刚说过。嗯。啊，我再说一遍啊，这个 a 在这儿它不读 i 的音，为什么呀？因为 a 只有在 b 音节当中它才发元音 a， 对吧？但是你看这个单词分为两个音节，两个元音，两个音节，那你看第一个音节是 b 音节吗？诶，它是以元音结尾的，咱们不管这个 a 它是读什么元音，但是它是元音字母又不位于词尾，对吧？所以它是发音的啊，元音字母发的音它就是元音，所以呢第一个音节它是以元音结尾啊，元音音素结尾，它是开音节。那 a 在开音节当中当然就不读 a 啊，它在这里面呢读这个元唇音 a 的音。那么第二个单词也是同理，对吧？啊，你看它们这两个单词的第一个音节都是一样的，相同的。
哎，所以第二个词跟我读 cela cela。 ceci 和 cela 是一对词，它们是一对代词。其实你把后面的这个 si 和 la 去掉啊，前面的这个 se 它就是一个词，它自己就是一个词啊，它就当它就带，比如说这一堆东西啊，你就可以叫做 se。哎，就是这么一个中性的代词啊，法语当中叫做中性代词，在句子里边啊，带上一句话呀，带一件事儿啊，啊，带一个动作呀，它都可以，哎，一个中性的代词。那么你为了区分是吧，这些东西、那些东西，咱们学过刚才啊，这儿和那儿是吧 ？ici 和 là，ici 和 là。哎，你看这个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呀？C 就表示这儿啊，那就表示那儿，所以呢 ，ceci 就表示这些东西，也是个代词 ，cela 就表示、啊、那些东西 ，ça va， 所以这是一对儿词，那把它成对儿的去记，两个代词。好，再看下一个，哎，下一个就是字母 C 在 exact 之前了，来跟我读这个词，那我找同学读吧，还是，谁来？鸡蛋的能试试吗？cycle， oui， cycle， 非常好。在这 exact 注意啊，是发 e 的音，千万不要跟英语混，好吧？我们刚学完 exact 在单词当中发 e 的音 ，cycle。首先，这个单词当中有两个字母 c， 这你就得判断一下了，它们分别读什么音。第一个字母 c 在 exact 前。哎，你看，正好符合我们这条读音规则，它读 c 的音，对吧？但是第二个字母 c 它是在辅音之前，而是在辅音 l 之前，它应该怎么读啊？刚才 Zidane 读的非常好啊，它读清辅音 k， 所以这个词跟我读 cycle， 跟英语里边 cycle 是一样的，就是循环。循环或者是一个圈儿、一周都叫做 cycle。好，那这个词还有问题吗？没问题，咱们继续向下看。啊 ，c 在 a 一 exact 前，它读 s。哎，下面这个 c 加了一个小尾巴，啊，这个小尾巴我说过叫软音符号，是吧？那么我讲这个特殊符号的时候，我是用这个 a 举的例，对吧？ a 啊，在闭音节当中、开音节当中啊，在词尾它发不同的音。但是呢，如果在上面加一个这个啊，或者加一个这个，或者加一个这个，就把它的音固定住了，对吧？啊，如果加了这些特殊的符号，那么无论它在单词当中的什么位置，它都读。它加符号以后，这个字母该有的音，反正就都固定成一个音了啊，跟它的位置无关了，跟它所在的音节的特性也无关了，是这样吧？哎，所以这个小尾巴软音符号在这起到的是同样的作用。我们看这个字母 c 啊，它在 a 一 exact 前，它发 s， 在这个 u 啊 u u 和辅音字母前呢，它又发 k， 有两种不同的可能性。但是一旦在它下面加了一个小尾巴，无论它在什么字母之前，它都发四的音，都发四的音，它是这样的。其实啊说是无论在什么字母之前啊，但是你不可能在 a 一 exact 前看到这个字母， a 一 exact 前都是没小尾巴的，为什么？因为没有必要，对吧？它本来就发嘶的音了，你还再给它加一个小尾巴，啊，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哎，所以这小尾巴干什么用的？就是用在这个啊、呜、吁之前，啊，它原本发科的或者辅音字母之前，原本发科的，哎，给它改成嘶的音，就起到这一个作用。来，我们看例词，第一个词来跟我读，萨。
我们天天打招呼用的 ça va 啊 ça va 就是这个词，对吧？这个词儿怎么来的呀？实际就从这个词儿来的。cela cela 读快了啊，中间的这个辅音没有了，就变成了 ça ça。所以这两个单词有什么区别？意思上还真没什么区别啊，因为它就是由它变来的。但是呢，因为这个是读快了，把中间的音给读没了，所以它多用于口语啊。这个 cela 是多用于口语，那么 cela 呢多用于书面语。但是他们都表示那些东西。法国人不太喜欢说这些，有时候这些呢，在没有歧义的情况下，这和那儿没有对比的情况下，法国人都喜欢用那儿来表示。比如说我在这儿，你在吗？我在这儿。如果没有对比，说这和那儿没有那么重要的话，那他就会说我在那儿。Oui, je suis là。而很少会说是 suis ici。Ça va？ 那么这个 ça 我们也很常用啊，很常用。比如，这个，到法国你去买东西去啊，法语不太会说。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我想要那个，去菜市场，是吧？这些蔬菜水果叫什么呀？不知道，怎么办？你用手一指，啊，就嘿，撒撒撒，啊，人家马上就明白你要这个这个这个，所以这撒就是那么好用，你想拿它代替什么都可以。好，啊，这个是撒。再看第二个词，第二个词。读起来有一定难度啊！首先两个音节，看到没有 ？a 位于开音节里边啊，它不读 a 的音，它还是读原纯音 a， 这是 a 的读音。那后面一个音节呢 ？o n 呢组成字母组合啊，又一个鼻腔元音来了，它读 on on， 有点像汉语拼音里边的那个 on， 所以这个词跟我读 le son。Leçon 这个词儿啊，大家回去如果听录音了，咱们派发的一至八课的录音，你就会听到 leçon 对吧？第一课 ，leçon 就是课程的意思啊，第一课课程。那咱还学过一个课文，学过吗？啊，课文怎么说呀？还记得吗？Next， 非常好。好啊，再看下一个词。下一个词也有一个鼻腔元音在里边。关于鼻腔元音啊，你现在就模仿就可以啊，不用深究它是怎么读的。在后面咱们会具体的学习啊，也会学习什么样的字母组合发哪个鼻腔元音，对吧？几种鼻腔元音之间有什么区别，都会学啊。你现在不要着急。那下面这个词啊 ，rn 的组成字母组合，它发鼻腔元音。on， 有点像汉语拼音里边的 on， 所以呢，前面这个音节怎么读 ？phone，phone， 你看两个辅音碰在一块儿，告诉我这个是辅音群吗？是辅音群吗？是吧？因为第二个字母是 r， 对吧？两个辅音字母碰到一块儿，只要第二个字母是 r 或者是 l， 就组成了辅音群。所以读的紧凑一点吧。啊 ，phong phong。后面呢？后面怎么读？后面应该没有问题了。r 一的字母组合，它读元音 a， 对吧？啊，然后前面这个带小尾巴的读 s 啊，所以就是 c。Français，Français，S 不发音。Français， 它这个词啊是由括号里这个词来的。啊，括号里的词怎么读？来，我把后面的这个去掉，尾巴去掉，是不是前面这一块跟这是一样的呀？是吧？所以前面也读 ，phone， 啊，后面的这个字母 c 它怎么发音呢？
谁来告诉我字母 C 读什么音？字母 C 读什么音呢？它在字母 a 之前，想一想啊，读 c 的音，对，所以整个单词 France 哎，这个词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吧？知道吗？音译过来法兰西啊，它就是法国的意思，所以呢前面这个词根据它来的，哎，就是法国的，它有几种意思，哎，我先说一下它的含义，记一下。首先，它是一个形容词，那它当法国的，白勺的，看见没有？它是个形容词啊。然后，它也可以做名词，做名词的时候就当我们现在正在学的，当法语讲啊，法语。那么它做名词的时候还有一种意思，哎，当我把这个 F 变成大写的时候，它又当什么讲啊？当法国人，法国人啊。所以这一个 français 它有三种意思，形容词的时候是法国的啊，法国的歌曲呀，法国的语言呢啊等等啊，都是用名词加上这个词来修饰它。那么再有，当名词的时候是两种意思，小写的时候法语，大写的时候法国人，把它记住了。那我想通过这个词呢再进一步说一下这个软音符号。我们都知道软音符号现在是固定读音的，不加它呢，这个 C 在 R 之前它是发科的音，对吧？啊，加了它呢就变成 C 了。为什么要把它变成 C 啊？就是为了和后面这个 France 保持一致啊， France 是法国，对吧？把它变成形容词了，法国的。哎，但是你这个声音要传承下来啊，啊，法语是一门怎么说，建立在语音上的语言啊，语音非常重要。哎，所以从声音上一听，你就得让人知道这两个词是同源的啊，这个 France 是由 France 变过来的。但是呢，如果你要是单纯的给这个 France 加上一个词尾。R-E-S 的词尾啊，不加这个小尾巴它就怎么读了？就变成 Frangais。 哎， France 和 Frangais 你听着后面音都变了，都不一样了，那怎么能听出来他们俩是同源的，是一个词呢？哎，所以这个时候加一个小尾巴啊，让这个 C 保持它原来 C 的发音，它就是起这个作用的。你这回明白了吗？为什么要加一个小尾巴？怎么？没问题的话，我们看最后一个读音规则，那叫做这个字母会读吗？还记得叫怎么读吗？来，谁读？格雷特读一下这个字母。X V 开篇 X X 在少数词中啊？为什么要说要在少数词中呢？因为 x， 哎，它很多情况下是发这个 x 的音，比如我们会见到很多 a x 打头的单词啊，它就读 x x 什么什么什么，把英语当中也有很多 a x 打头的单词吧，啊，所以这个我们后面再说啊，在少数词中你记两个就可以了。哎，这两个都是数字啊，又学了两个数。刚才学了一个五，还记得怎么说吗？还记得吗？来，尖记记得吗？Thank，we thank， 非常好。学完五了，我们就该学六了啊。六就是它，来跟我读 ，sis，sis， 啊 ，sis 是六，那这个词。来 ，C 大的读一下，他读 sis 了，换一个辅音就是他，对吧 ？This， oui， très bien， this， sis 是六啊 ，this 是十的意思。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就学了三个数了，对吧 ？Cinq，
this, this. 好啊，关于清辅音 s 还有问题吗？没问题，我们把例词通读一遍就过了。有问题吗？什么？来，没问题，跟着我一起读啊。Celle, celle, mousse, mousse, passe, passe, ceci, ceci, cela, cela, cycle, cycle, ça, ça, leçon, leçon.français, français, 括号里边的 France, France, six, six, this, this. 好，那关于清辅音 s 我们就讲到这儿。哎，你看我们刚学完 sa， 那么我们平常问好对吧，见了面了啊，白天说Bonjour， 还记得吗？啊 ，Bonjour， 好朋友之间 ，Salut， 啊，我们晚上说 ，Bonsoir， 是吧？这是我们经常会说的。那么问完好呢，就会紧接着问人一句啊 ，Ça va？ 哎 ，Ça va？ 你好吗？相当于英语当中的 How are you？ 是吧？过得怎么样啊？哎，接下来回答，如果很好 ，Ça va？ 啊 ，Ça va？ 不好呢？萨瓦巴，萨瓦巴，但是人家问你了，你一般得说一个什么？如果说不好，人家可能进一步得问啊，你怎么了呀？你为什么不好啊？你哪儿不舒服呀？还是遇到什么事儿了？但是如果你说好萨瓦，那你人家问候你了，你是不是得谢谢人家？所以一般萨瓦后面接一个 merci， 啊，谢谢你问候我。那通常呢，你要想问一下人家呢，美图啊。或者是 avu 啊，都可以。et toi avu， 那这个 a 呢，法语当中的 a 啊，就是 and 的意思。哎，所以 et toi 或者是 avu 就是 and you 啊，它是和的意思。那么 toi 是你啊， toi 是你，你用在什么时候？用在比较熟悉的人啊，或者是这个同辈儿之间啊，没有这么拘束对吧。一般呢你说三律的人你都可以用你啊， et toi， 您 et vous 啊， vous 就是您的意思，用在陌生人之间啊，比较正式的场合，领导长辈啊，都用 et vous。 好， donc ça va， ça va Colette。Ça va, Colette? Ça va. 哎，后面呢？你要有礼貌呀。Ça va, merci. 再问问我，咱们用你相称就可以了。Et toi? Oui. Moi? Ça va, merci. 非常好。好，我们就讲到这儿。啊，接下来还有两个辅音，来，我们把它讲完。哎，第一个辅音很好办了，啊，怎么读啊？来，先记录一下。elle， 哎，是 elle 吗？哎，你看 elle， 你读就读了两个音素，是吧？那就变成这样了。哎，我问的你是这个辅音音素怎么去读？但是呢，哎，你读成什么了？读成辅音字母了，所以应该怎么读啊？来，再读一遍。字母和音素还是要区分开啊。把这个字母拿出来，拿出音素框来，它读 l 了。但是把它放进去呢，哎，它就读 l 了，后面的这个 l， 哎，所以跟我读 l。了，天气没关系啊，
这个是很正常的，有个一两遍就记住了，是吧？你犯了错误，你更容易记住。读音规则，字母 L 它就读 L 的音啊，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看例子，第一个来跟我读 ，lire，lire， 字母 E 发元音 E 的音啊，后面有一个小舌音在这儿，再读一遍 ，lire，lire 就是读的意思。好，我说再读一遍，就是这个词儿啊，读啊，读书啊，阅读啊，都是这个词儿 ，lire， 在它中间加一个字母。变成这个了，这个跟我读 livre， 其实就是在第一个音节 li 后面啊加了一个咬唇的 u 的音 livre 就是书的意思啊，读的是什么呀？读的就是书，所以这两个词很有渊源的啊，加一个字母由读变成了书，所以来再跟我读这两个词 livre。哎，再来，又出来了，这词出来无数遍了。来，最大的读。Scène。Scène。来，再读一遍。Scène。哎，你试一试啊，这个舌尖儿，只有舌尖儿碰这个上颚，啊，不要用你的舌前部整个贴着上颚。send 啊，还是 send 的音啊，回去接着听录音，接着练，好吧？我会不定期的哈，让你来读一读关于这个了和呢。send 啊，盐，我们吃的盐，就不多说了。看一看两个 l 的这个例词，哎，这个例词，go let 读一下。nul， oui， très bien， nul， 啊，字母 u， 它就发 u 的音， nul， 法语里边就是零的意思，啊，但是它是这种意义上的零，啊，咱们阿拉伯数字的零还是不读它，咱们读 zero， 啊 ，zero 是零。这个 nul 一般说这个演出啊，啊，或者是一场比赛呀，或者是一个人办的什么事儿啊，你就会说下面这句话。C'est nul。 哎，这个 C 我先说一说，他认识吧，大家认识他吧，现在一说法语就会蹦出一句话来，他都已经烂俗了，叫做 C'est la vie。 C 大的知道这首歌吗？ C'est la vie， 法国人也经常挂在嘴边的哈，实际上是一句口头语儿。 C'est la vie， 这就是生活， vie生活的意思， oui， 人生啊，或者是生活啊，就是 vi。 那 la 呢，在这是定冠词，因为生活这个词是阴性的，所以我们用 la。 那 say 就是这是啊，就是 this is。 哎，其实用 is， 用 is 更形象，那就是 is。 c'est la vie。 哎，所以在就是这是的意思，那么 c'est nul 呢？哎，这是零，那意思就是说，意思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一场演出啊，这场演出真的是一无是处，什么也不是，那什么玩意儿啊？通俗一点就是 c'est nul。形容一个东西特别的不好，糟糕透顶，没有一点能令人称道的地方，啊，简直就是太不好了。哎 ，c'est nul， 啊，一句感叹句，是吧？抱怨的时候啊，经常会说这句话。Ça va？ 哎，我说完这个 c'est nul 了，我再说一说这个 c'est la vie。 你们觉得 c'est la vie 什么时候用啊？C'est la vie 什么时候用？高兴的时候用啊，不高兴的时候用啊。是你喝着啤酒，看着电视，躺在沙发上，然后说 C'est la vie， 哎，这才是日子呀，
这才是生活呀，是这个时候用吗？我们说这句话也是一个不是很积极的话啊，表达自己一种无奈的情绪啊，它不是那种很惬意的时候感叹，哎，这才叫过日子啊，不是这样的，而是呢遇到一些比较无奈的事情啊，比如说，你要赶一个特别急的事儿，但是堵车了啊，或者是法国经常有罢工，是吧？全体大罢工，哪儿也去不了，你没办法。无能为力，你只能说一句 c'est la vie 啊，这就是生活，生活中总是有这些不如意的事儿，没办法啊。如果一帆风顺的，那也就不叫生活了，也没有意思了。所以这两句话啊，都是法国人常用的话，挂在嘴边上的。所用的这个意思和场合都给大家解释清楚了吧？所以呢，以后你既然学了，你也可以试着说一说，好吧？好，那这个乐我们就讲完了。下一个，这个是 C 大，说到 C 大那的痛处啊。一会儿咱们一看课后题会更痛苦啊，这两个也有对比。那么这个音啊，来跟我读 ，n，n， 注意它不是 n 又变成字母了，那它搁在音素框里边，它读 n。那读音规则呢，也是啊 ，n 它就发 n 的音，不管是一个 n 还是两个 n。我们看例词，第一个词先记读一下吧，来把前两个词都读了，第二个词咱们已经学过了。len n， 想一想第二个词怎么读，这个 r 上有小帽子，它读什么音呢？ an oui an， 非常好 oui an 非常好。第一个r 一的字母组合发 a 的音，呃不发音，它读 len。Land 是羊毛的意思，羊毛。第二个我们已经学过了，对吧？它当什么讲？间接它当什么讲？还记得吗？驴或者是笨蛋，记得的非常好。所以 Land 呢 ，and 呢？那两个 and 呢？我们有一个词，首先跟我读这个词 ，bonne。咱们知道这个词吗 ？bon。我们说 bonjour 是吧？bon 就是好的。那 bonne 跟它长得很像啊，就是多了一个词尾，它也当好的讲。那怎么两个好的呀？我刚才说过法语。它的名词、形容词都是分阴阳性的，所以 bon 就是好这个词的阴性形式。那形容一些阴性的名词呢，就会用到它。比如我们之前学的那个 fat 还记得什么意思吗？ fat 还记得什么意思吗？你记得吗？现在开始背单词了啊！我凡是说意思的单词都表明很简单，你应该背下来。节日很好啊，所以呢，如果我们说过节好，节日好，我们就会说 bon fête， 因为 fête 是一个阴性的名词。那形容它呢，就要用一个阴性的形容词，我们就不能说 bon fête， 而说 bon fête，bon fête。这个节日好，那再包括过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我们得说过年好，那也用到了这个 bon。 你也可以把这句话记下来，叫做 bon année， 这个 呢 和后面的这个 r 有一个连读变成了 na， 再跟我读 bon année。Bon année，Bon année 就是过年好啊！注意不要读成 Bon année，
因为它后面有呃呀，它的鼻腔元音失掉了。你看前面的这个哦，它就发大口的哦，所以是 bonani。好，那这也是两句常用语，那大家可以记下来，平时说一说，随学随用。好，那这个了和呢还有问题吗？那没问题，咱们还是把例词读一下，跟我读 lire lire celle celle nul nul c'est nul c'est nul laine laine âne âne bonne bonne 拜拜。啊，最后剩下一点时间，咱们做一下第一课的这个课后练习，课后练习的第一题，哎，就是让你读这些单词，啊，咱们能做到哪儿做到哪儿吧，好吧？一个人读一排，可以吗？啊，一个人读一个音素吧，一个人读一个音素吧。今天咱们人少，嗯，第一个音素啊 ，bullet。大辣萨萨了按了大呢阿爸 bus bus 喂、非常好啊 bravo 非常好读得很清晰而且呢全部正确那么在这里边啊我看一看啊没有什么要记的这个半的愿意记可以记一下啊故障的意思故障，但是咱们以后也会学。好，非常好啊，我就不重复了。第二个，哎 ，a 的音，这里写的不太清楚，是倒三的那个 a 的音。嗯，先记读一下吧。said， 喂 ，said， 喂 ，dead，said。啊，不好意思，我打断你一下啊，咱先停一下。哎，这个当清辅音拖位于词尾的时候啊，我们这个要送气的啊，你不要不送气，要多送一点气，跟英语的读法是一样的。所以什么 set 也不要读成 said，set that， 来再读一下这两个单词 ，set we。That we 特别啊，下一行。we 特别啊，下一行。ballet we we banquet we we ben blin we très bien merci blin we très bien merci。非常好啊 ，set sell deck set set 牛肝菌的意思，啊不用记 ，ballet baguette baguette， 哎这个 q u 发清辅音 k 对吧 ？a d 这咱们也学了吧？啊在单词词尾发哪个音？告诉我 ，z 大的发哪个音？a 的音，对吧？啊，所以这个科在这个 a 之前呢，你送气也稍微小一点儿啊。bucket， 哎，是 k 不是 g， 但是呢，这个送气稍微少一点啊。bucket 是小包的意思。哎，我们说一包茶叶、一包烟都是这个词儿。bucket。好，那下面的就不用记了啊 ，bucket 记下来就可以。再下面元音一，记大的。say， easy， acid， set， steal， sick， peace， peace。喂。啊，但是记大的说一的时候有个别词，比如说这个 seek 了，啊 ，a s e 是吧？
还是有一点 a 的音，有点 sick 了啊，不是 sick 了，而是 sick 了，那是 e 的音，这个注意。另外一些词像这 beast 你就读得很好啊，就没有 a 的音，所以这方面再注意一下。那好，那么这组词里边呢，assy 这个词记一下，它是一个形容词，它表示坐着的，坐着的。我们有时候说坐下 assy， 但是你一说 assy 一出口，那你说话的对象肯定不是人啊，要不就太没礼貌了。一般小狗坐下 assy 啊，坐下，对吧？人呢，我们得说请坐啊，就叫做 这个 assy you s'il vous plaît， 还有点长，你听一下过去就好了，以后咱们都得系统的学。 Asseyez vous 是坐下啊，您坐这个意思。那么这个 s'il vous plaît 法语里边的请，我们经常会用这三个字母来代替，请很长啊，是一半句话了，跟英语不一样，英语就一个词儿，法语半句话，但是虽然长，经常得挂在嘴边上。S'il vous plaît， S'il vous plaît， 好啊， seat 我们学了，still 也学了，哎， beast 啊， beast 记一下，这个 beast 是轨道的意思，让你们记，因为英语里也有，对吧？很好记啊，不费劲， beast 是轨道的意思。那么最后呢，一个 list 你可以记，为什么这儿它给你音标了呀？因为是一个特殊的读音，凡是特殊读音我们书里都会给音标啊，最后一个 s 发音， list 是百合花的意思，你也可以把它记下来。好，那咱们读到这个一是吧，后面还剩四个音素啊，大家回去提前读一下，咱们下节课一上来读这四个，好吧？今天的课程呢咱们就上到这儿， merci à tous。Et à bientôt. Bonne nuit.